两年没事，他不来就不来吗？我三姐，我二姐，二姐不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咋？这么俩，这么三个，你这喊的这些来，别管了。那闺女给你买东西送你，你还扔回来嘞？对，让俺生气。我的团团圆圆的，又不生你几球。你妈了个逼！妈呀，妈了个逼！你妈听不听？你这种不要良心的人，我吃不到。吃，慢慢吃，能摇动了吗？吃太少了。能摇动了吗？没压了。慢慢吃，全是瘦的肉，我们教他长肥肉，全是瘦的，瘦的可以吃。你喜欢吃这个菜就多吃一点菜，你这样大便就能通了，不是他就老是通，大便不通，老是难受，鼻子难受，肚子老是往下坠。他的那个什么，他这次肺有好像有痰，老是吐不出来。慢慢吃，吃的喝的汤，喝的豆浆。他们不来我来给你给俺三姐一方来一天，俺三姐我姐姐我三姐来一天我来一天，换班嘛，因为他那个我大爷回家得喂他的鸡那些。哎不行，等我过。那我们走了吗？走吧。啊，你打完针了，你半个半就吃吧。打完针了没事了。没事，我回家了。俺大爷等我就来了。走吧。我妈打完针了，我回家了。等个好多钱，那该照顾，你得照顾你。你不吃棒子呢？我不要，不要，那我走了。那你不放了，你踩着吃吗？我知道，你走吧。我走了，那你别吃了。走吧，慢慢的。我走了，妈。我走了。走吧，走了，你慢慢的。不好的。走吧，慢慢的。我那些菜都吃了一些了。走慢慢的。